大家好，我是角角，今天为各位请来的是这一位刀剑神域的责编小猪。你好，我是刀剑神域台湾版的责编，叫小猪，请多指教。好的，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小猪呢，对于《刀剑神域》第三季的动画即将上映的看法是如何呢？其实，在制作小说的时候，这么长的一段剧情，我一开始还真的很怀疑，说动画要怎么把这么长的剧情把它浓缩在一起，因为实在是太长了。对，真的太长。不过去年二月的时候，我们在剧场版，我偷偷请假跑去看，偷偷请假跑去看，对，偷偷请假跑去看。OK， 看到最后的彩蛋的时候，在电影院里面差点跳起来尖叫。不要破，我没有破梗。OK， 对这一次声优的选角上面又有什么看法呢？我想关于松冈、毛野还有岛崎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用我多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觉得是觉得很好吧。然后动画的场地是，其实在今年七月在美国办的 Anime Expo 里面，制作人有特地说他们一定会把爱丽丝片的全部的剧情都讲，全部都讲完，在动画里面第三季动画里面，所以我非常真的假的，非常的期待。哇塞，我也是非常期待。你觉得这一次第三季的动画跟之前的章节最大的不同是在哪呢？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吉欧这个角色的存在，因为他可以说是贯穿爱丽丝片全部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也是同人最看重的朋友啊。我忘记要问你，最喜欢的角色。OK， 好，小猪，你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啊？我方角色的话，我比较喜欢爱丽丝支配，不是小只的，不是后来大只的。我以为你会喜欢弟弟斗。弟弟斗不行，那他太超暴帅，我没有办法。弟弟斗开外挂开到不行，大家应该都爱他啊。可是因为我自己玩游戏的时候啊，比较喜欢站后排，让人家去冲的。就是你是一个低调类型。对，我比较喜欢。OK。其实这个大家读者心中都应该有一样想法，就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有可能去 SAO 那个 VR 世界的话，你最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吧，我们有没有办法出来？有没有办法安全的出来？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如果世界毁灭，你就什么都敢做吗？不是，是应该说，如果我不能安全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让别人去冲就好了。哎呦，那如果可以安全出来，就代表你还可以回到小猪本人的身份的话，你会想先在里面做哪些事？我会比较想要当怪物。你会想要当怪物？对啊。您说就是史莱姆那种类型。还是牛头人那种类型。史莱姆跟牛头人都比较多，我比较喜欢那个有那种长长的。你想当怪物，所以你不想当精灵。长长的那种。长长的是什么？某种触手之类的。你想要当触手类的怪物，对。然后去对 NPC 或玩家。怎么感觉起来小猪？攻击玩家。相当的优秀，有一种老司机的气味。身为《刀剑神域》的责编，在与译者交流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状况吗？比如说以刀剑的译者。来说的话，他其实我有时候会亏他叫18763之父，因为他自己有在网络上自己去讲过，就他自己本身也深爱这部作品，就对。当然，不然他不会从接到现在。OK， 那如果遇到译者有些时候，譬如说有些状况，像是最可怕的就是脱稿，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我们想听一下业界的问题，就是你会做什么事情？好痛。在时间允许内的话，我们会尽量去 cover loss 掉的时间了。cover loss 掉时间是指就是去逼后面的。这个就是压缩你的工作时间。头好痛。你这头好痛，他还是翻译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定会把他逼到赶出来。一定会逼到赶出来，是我防听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前面不赶出来，后面都不是很好做。其实也是为了广大的读者朋友，对不对？因为赶不出来，大家就是一直敲小编说小编人脚脚，脚脚就崩溃说为什么还不出来这样子。我们也是千百个不愿意。所以是译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对不对？通常不会是我的问题。我要先强调。OK， 然后大家知道以后不是小编的状况，小编其实小猪其实很努力的在帮大家，就是在赶这个进度这样，请大家就是也不要再追杀我们九九，好不好？谢谢大家。你遇过最夸张的脱稿理由是什么？其实脱稿理由你会听到很多种神奇的理由。不过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我遇到的，我先强调不是我遇到的，就是保护译者。听过可能有人译者回说，因为地球自转太快，什么打不出来。我们在听到自转太快了。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点东西要密，就觉得有一点崩溃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地球自转太快，我没办法停下地球的自转，让他去翻译。OK， 那如果真的有人用这种理由真的拖到你的时间，
那该怎么办？这个太难回，要怎么讲？我突然原定截稿时间其实还蛮常见的哦，大家都这样做。对，原定的截稿是是是。哎，我们还有一个魔法给你放，就是真正的截稿时间。真正的截稿时间是，所以大家知道了。其实泽边是有真正的魔法截稿时间的，是吗？可是做那种状况的时候，通常都蛮直接。OK， 好的，大家了解，现在了解泽边有多么辛苦的这样，然后大家为泽边拍手。好，来下一个题目，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招式的名字实在是太难了，小娇我真的是完全记不得，我必须要偷看一下。关于星爆气流斩这个艺名，原先是在刀剑神域中出现，但是在加速世界中有相同的剑技，可是它翻译却是星光流连击，不是流连，不是流连，是是星光连流集。对对对对，那请问是发生什么事？中间是有什么误会，还是有什么落差才会两个翻译其实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都比较喜欢星爆气流斩，星爆气流斩这个名字。对，星爆气流。可是其实，在我们刀剑跟加速是同时在制作的，在加速里面的时候出现的发音一样的名字，可是作者帮他加上了汉字。然后作者给的汉字就是星光连流集，最害怕就这个时候，对不对？对对。为什么不前面加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现在才加呢？想逼死谁？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就两边同意之后，在前面的集数有再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修正，就赶快改正，所以才会出现读者手上最终还要第一版上面的名字不一样，还有这个经典的名称。但是大家网络上还是习惯用旧的名称啊，七八七六三。对啊，我自己觉得这大家比较爱这个名称的意思吗？对。哦，那有其他招式也是类似像这样被老师整的状况？像加速世界黑雪公主，她有另外一招叫星环连旋击。星环连旋击，那其实在她也是刀剑里面出现过，应该是只有在第一集还有十八集吧。那你当时是翻译的？当时翻日食。什么？日食。对。我当时翻了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名称。对。是以译者喜好还是责编喜好？应该说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日食。但你没想到老师会中二到，对不起，老师会中二到想要让它叫做类似的名称。因为你不可能想到它日文只有星光什么 ，ZZKULIPUS 六个字的片假名。OK， 它可以把它翻成那么长的汉字，就是一个很中二的汉字这样。我不会讲。OK，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你有内心对老师有什么话？譬如说你见到老师第一时间，你会想跟他讲什么话吗？老师安安你好，我是台湾版责编。这边小资，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有去过签名会，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有跟他打过招呼。但是那时候我不敢怀疑这个事情。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之前角角呢有在脸书上跟大家征集的一些刀剑神域相关的疑问。今天我们选出来这些问题都是责编小猪可以帮我们在现场跟大家清楚回答的问题。请问刀剑神域在全世界销量，台湾是占的销量的多少？我举个例子好了，日本的第一集它的销量现在应该是破百万，台湾版的第一集下到是手术应该有占十分之一超过。详细的数字我不好意思。等一下，这样都算出来了。等一下，这是一个参考值。OK， 第一集的参考值。所以在台湾算是销量应该第一名。第一名？应该是第一名吧。Number one， 目前。Number one， 棒棒，开始。可以出快一点吗？可以出快一点吗？我帮读者们问，可以出快一点吗？请问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每本书都要等半年到一年，发生什么事了吗？小猪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必须要先强调，这个半年到一年是日本出书的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这个间隔。然后我们当然会尽快，目标今年内会让大家看到第五集。今年内看到第五集？对，今年会，希望可以。今年是指12月31号。对啊，对啊。今年内是不是？大家听到了，小猪说今年内好了，那谢谢各位。如果说这一次的影片点击率好的话，那小九就会继续再做下一集。那我们今天就谢谢。